等不到曙光，却有意外的惊喜。在今天一大早，也有很多民众冲上合欢山，要抢看新年的第一道曙光。大量车潮是把整个昆阳停车场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。虽然今天因为天气的关系，这阳光并没有准时现身，但是来到8:50左右，天空却下起了冰线，让现场民众觉得兴奋又惊喜。好多、捧着双手接住一颗颗冰晶。元旦当天，南投合欢山8:50下起1分钟冰线，民众好惊喜，充满喜悦。冰线看到有没有很开心？有啊，跨完年之后，我们3点从雾峰出发来这里，不少人超热血。2024第一天天没亮就夜冲合欢山抢看曙光，大家也做足防寒准备，厚厚羽绒衣加上毛帽手套，不畏低温也要上山追曙光。结果还没看到，就先被车潮吓了一跳。5点的时候开车来这里。是蛮多车的，有吓到，蛮多车的。整条道路水泄不通，一辆辆车子被卡在车阵中无法前进。一旁昆阳停车场更是满满满，车多到停不下。为了缓解车堵，远景到场疏导交通，进行双向管制，缓解塞车情形。新年第一天，民众上山追曙光。虽然因为天后关系，太阳公公没赏脸，但早起鸟儿有虫吃，意外迎来冰线，让新年第一天留下深刻回忆。记者曾如晨南投报道。